通常我们读一个句子很长的时候，常常我们读着读着就掉了，读着读着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OK，好，所以在比如说我们先看第一个句子，它的句子很长，right？OK，、okay, 我们先找出主语，这个毫无疑问的是 he，他，OK，这个王 Josiah 的王，他做了什么事情？Removed from，当你一看到这个介词的时候。这个通常不是我们要找的直接的这个主谓宾的宾语，对不对？啊，这些不是宾语。From the entrance to the temple of the Lord，这个地方先搁下。我们看到了 horses，he removed the horses，他把马给移开来了。好，这个句子基本上的结构就是这样：he removed the horses，他把马移开了，主谓宾。都满足了，这是最基本的架构，就是好像一个骨头架先拎起来。He removed the horses。接下去看这些马是做什么用的？这些马呢是后面有一个从句，that the kings of Judah had dedicated to the sun。OK，sun 是那个日头，你记得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他们拜太阳、拜月亮。拜行星啊，什么我啥都拜，OK，大小都有神，什么都有拜。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看懂星象的人，他们也拜，OK。反正你讲得出来的，他们都觉得有神力，有自然界的都拜。但是他们却忽略了造这些东西最神奇的是谁造的？是我们的耶和华神造的。他们不专一的侍奉耶和华神，反而要去报。去拜这些，其实都是神创造出来的东西。OK，so、okay, he removed the horses，他把马给移开了。这个马是做什么的马呢？是 the king of Judas。我们知道 the king of Judas 是犹大的王，犹大的王他们专心献给 had dedicated 这个字呢，是用 OK，它指的是非常专心的。是直接的献给什么什么人，这个叫 dedicated to。OK，好，我们来写一写，造一个句子看一看。dedicate 这个字，OK，有没有人有问题？dedicate 这个字有没有人有问题？OK，dedicate to，OK，它后面的介词，这是一套的。dedicate to，OK，什么叫做 dedicated to？有没有人知道？Dedicated 就是装饰吗？装饰。献给吧，献给。Dedicate 不是 decorate，dedicate。专注于。Dedicated to，OK，它 dedicate to，OK，它献给什么东西？如果我说一个人他 dedicate to 什么事情，这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不是专用于什么什么？专用于。专注于某事儿。他专注于做某件事情，OK，好，我们比如说这个人，OK，这个人，比如说，我们随便讲一个，She，OK，has dedicated her life to，OK，Chinese Christians。这是什么意思？She has dedicated her life to，这 to 在这里啊，to Chinese Christians，这什么意思？他把什献，么？他把他的他一生把一生献给了中国的中国的基督徒嘛。中国的基督徒了。OK，所以这个女人她把她的一生的生命，她一生 her life，通通献给中国的基督徒了。哎，有的人做老师一辈子教书，她把她一辈子都献给中国的教育了，献给她的学生了。啊，有的母亲一辈子生养众多，哇，生8个孩子、12个孩子，然后经过苦难，哇，她的12个孩子里头有8个是博士，另外4个是硕士。这种也有，OK，所以他一生都把他的一生献给什么什么，这个就是 dedicate to，OK，
OK， 这个东西就只给什么什么人，他全部都给他，这个叫做 dedicate to。 OK， 奉献，我们中国人讲奉献，献出来，致力于什么事情，对吧？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他一生致力于残疾儿童的福利，一生致力于，等于他献出来什么什么东西，奉献。OK， 所以这个字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字 ，dedicate to。OK，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经文里头是献给什么呢？我看一下哈。OK， 这些是 dedicated to the sun， 这些马是专门献来给太阳的，他们拜太阳的时候，这些马是献给太阳的。OK， 所以你已经知道这个句子的结构，他把马给移开了，这个马做什么用的？这个马是整个献给太阳的。 OK， 先想想啊，这是在什么地方？注意 from the entrance to the temple of the Lord， 这个事情这些马都养在什么地方？ 神殿的入口处。 OK， 它是从 fromTo, right? From the entrance, 在入口的地方，一直到 temple of the Lord, 一直到神的 神殿那边，神的圣殿里面。请问这个，他是拜太阳的，这个马居然在跟神的圣殿产生了关系，这个合宜吗？对吗？这应该把这马养在这儿吗？这样对吗？不对，不应该的。不应该。 OK， 你拜太阳，你拜月亮，你现在拜个鸟，你拜个什么猪，或者是你拜个什么神像，这些东西你不能跟耶和华的圣殿混为一谈。圣殿就是只能侍奉耶和华神，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怎么可以把这些奇奇怪怪都来呢？所以这个王，约书亚王，第一件事情把马移开了。 OK， 这个马原来是专门献给太阳的，他们祭拜太阳或做什么时候用的马。 OK， 那这个马的位置它是从什么地方呢？ From the entrance to the temple of the Lord， 从入门口的地方一直到神的圣殿，这不晓得多少马都在那个地方。 OK， 好，第一件事情这个移开。所以从我们读这个句子，就是说你在读这个句子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先找主语，你先找动词，主谓宾先把它抓出来。就像我刚刚 he remove 这个 from 什么什么，肯定这些都不是宾语，我要找 the horses， so he removed the horses， 这是这个句子基本架构，骨头拉出来再慢慢添上去。哦，那些马是做什么的？That the kings of Judah had dedicated to the sun. 然后它的位置是从哪里把它拉走呢？ OK， 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它是从 from the entrance to the temple of the Lord. 好，这个句子我就全部熟悉了，都了解了，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在读长一点的句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读的。 OK， 好，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大家要分享？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读，就是把这个主谓宾都找到了，那个读的时候应该着重啥呢？读的时候 OK， 首先你要刚刚讲的主谓宾一定是重点，对不对？ He removed from the entrance to the temple of the Lord， 这个地方是平的弱读，你不需要加重。 The horses 这是重点，他搬了半天把什么东西给移走了， The horses， OK， 马呀，这马是做什么的呢？ That the kings of Judah had dedicated to the sun。 你觉得我需要把 sun 加重吗？不需要，那是个邪神，对不对？重点就是 he removed horses， 其他都是旁枝末节弱读就可以了，只是解释这马是干嘛的。怎么人如果一般的基督徒读圣经读到这也觉得奇怪，这些人没事养什么马干什么东西呢？哦，原来这些马是 The kings of Judah
had dedicated to the sun. 这一读完之后你就了解为什么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惹得神这样大的怒气，因为已经乱搞到简直没办法无可理喻的境界了，啥都拜，这个拜那个拜，太阳拜月亮拜行星拜这个拜呢，然后拜的东西，那这个断句是不是也可以从就是从这个就是 from 这个地方到这个 Lord， 然后就停顿一下，然后再这样。He removed from the entrance to the temple of the Lord， 这个地方可以停一下。The horses that the kings of Judah had dedicated to the sun， 重点就是 he removed the horses。嗯，好，谢谢老师。Okay， good。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要注意 OK， 好，这个就是我们读的、怎么去找它 重要的字，读的时候哪些需要重读的地方。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句子这节经文里面有两个 dedicated to the sun， 下面这个也是 dedicated to the sun， 第一个献给专门侍奉献给太阳的是马，有了马就有 chariots， 就有它的战车，因为马是拉战车的对吧、所以还有战车也是给这个太阳神的，也献给太阳的，所以马跟太阳的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马的处理方法是 removed 就是把这个马给牵走 OK， 马给牵走，那么这个其他的呢 chariots 呢，那些马车呢 burn 把它给烧了 OK， 所以那些马车就全部给战车全部给烧掉了。好，那么其他的问题，好，有其他的问题吗？或者是发音的问题？老师，就这个第二行的这个 ERECTED 啊，这个词儿也不太会，这个动词哈是把它竖立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它跟它的平面如果在一个平面上面成90度角把它竖立起来，比如说像有的时候的路标竖在路边，那个就是 erected， 把它竖起来直立起来 OK， 它强调的是那个立起来的立 OK。 好，这个我们那天讲过这个字哈，他说 had he pulled down the altars， 这个祭坛他把它给拉下来扯下来整个给毁掉了，那么这个祭坛当初是 the kings of Judah， 就是那些犹大的王们 erected， 他们把它树立起来的，这个祭坛因为他们后来叫 high places， 为什么叫 high places， 它都是建在房顶上面，就是更高一层更高上去，所以竖立在 under roof， roof 是我们的这个房顶 OK， near the upper room of a house OK， 在 a house 的房间的上面有个祭坛 OK。 好，有没有问题？老师，下面这个 rubble 是不是有别的意思在里面？是不是不是橡皮吗？就是那个橡胶吗？这是 rubber，R-U-B-B-E-R， rubber， 这个是 rubble， 不同一个字 OK。 如果你要讲橡胶橡皮 OK， 这个是 rubber OK。 好，我们这个是 rubble，
OK， 不同的一个字。OK， rubble 是什么？ rubble 是什么？ rubble 是我们的碎石子、瓦砾堆拆下来的这些烂东西，特别是建筑物拆下来打碎了。汶川地震的时候，那个大楼倒下来了，在瓦砾堆底下挖出一个婴儿来，那个瓦砾堆就叫做 rubble。OK， 那个就叫做 rubble。好，我们看一下经文哈，这个经文。OK， 好，他把他们怎么样 ？He removed them from there, smashed them to pieces。他把他们整个拆毁，捣碎他们，打碎成一片一片的 ，to pieces， 一块一块的 ，and threw。打碎了以后变成一块一块之后，把这些瓦砾碎石子拆下来的这些垃圾 through the rubble into the Kidron Valley， 他就丢到这个 Kidron Valley 这个 溪谷河谷里面去了，这些都拆毁了。所以 rubble 注意指的是瓦砾堆哈。很多时候你到刚刚发生过战争的国家里面去，如果你现在去什么不晓得现在中东一带有某些国家啊，才刚刚打完仗的，或你现在去乌克兰，很多地方可能都是 rubble， 因为到处刚刚俄国的飞弹才打过来过，哐一个大楼给你打毁了，那个剩下来通通都是瓦砾堆，那个瓦砾堆就叫 the rubble。 OK， 好，有没有问题？谢谢老师。好，那个十五节那个什么 defy 第十五节怎么样？Demolish OK， high places demolish OK， 它捣毁的就是说它把它整个给拆毁毁坏掉 demolish OK。所以拆房子就是把一个房子拆除，比如说现在有些房子要强拆，有没有拆除？必须配合市政建设，你不能够做钉子户啊！我给你拆除了，这个被 demolish， he demolished， 他把它拆除了。OK， 还有呢，有的时候也可以讲爆破、拆毁啊，或者这个东西，比如说桥，旧的桥，我们现在要造新的桥了。我们要把它爆破，把它给拆除，就是用 demolish 这个字。demolish 是很暴力的哈。像比如说像赌城拉斯维加斯，每一年他们都有新的酒店要盖，盖的时候是十几二三十层的大楼整个拆毁，他们这是有专家专门爆破拆毁的，那个就叫 demolish。 这个是简单粗暴的把它给拆除，叫 demolish。 地震也是把它拆除了，demolish。 地震有的时候震的不完全哈，没有全倒暗毁，但这个房子不能用了，我们最后要还是要把它全部拆除，就是 demolish。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经文老师怎么样？老师麻烦你给我看一看那个就是第十六节的有一个单词，后面那块那单词 proclaimed 是吗？ proclaimed、proclaimed、proclaim 这个字什么意思？ proclaim 这个字用来我们在讲传福音的时候，正式对外的传那个传讲福音就可以用这个字 proclaim。 OK， 正式的传讲，正式的宣传 proclaim。 比如说现在中国在宣传它的一带一路的概念， OK， 这个就是 proclaim。 OK， proclaim 正式的对外宣布宣讲宣告，这个叫 proclaim。 OK， 好，所以这件事情 OK， 它本身在以前的时候，前朝的时候， the man of God 是指的神人，就是先知啊。这些先知先前就已经说过这些事情了，已经说过哦，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些都已经有曾经说过了，现在只是他做的事情
只是根据神的话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前朝以前都有先知说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Proclaim by the man of God， 被先知正式的宣讲过，正式的宣告过，用 proclaim 这个字。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那个下面那个，下面那个，哎呦，下面那个17节的，十七节的，pronounce， 哎呀，这 pronounce 发音的是 pronounced 哈、huh?。Pronunciation 这个 pronounce 这个单词什么意思？怎么忘了呢 ？Pronounce 是发音的意思吧？对 ，pronounce 是发音的意思。可是在这个地方讲的是、哦、对对 pronounced against the order of Bethel， 这个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知道 pronounce against 是什么意思？他用了一个 against， 再一次发生了，再一次发音了。不是，这个地方是什么东西 ？Pronounced against the order of the Bethel， 他已经 pronounce against 基本上是反对。他对抗这个事情，他反对这个事情叫做 pronounced against。 pronounced 基本上在这里就是说出来，他说出来了，然后他与这个事情对抗，他非常不同意这些事情。 OK， 这个人是谁呢？他是 the man of God， 他是一位先知 who came from Judah， 他是从犹大来的一位先知。因为他到远处，他你先看这个故事前面，他说 What is the tombstone I see？ 你看，我看到那边有一个墓碑，那个是谁呀？这谁呀？埋的是谁呀？啊，那大家就城里的人就告诉他 ，It marks the tomb of the man of God。这个地方标记的是一个墓，这个墓是一位神人 ，the man of God。这一位神人从哪里来呢 ？Came from Judah， 从犹大来的一位先知。但是他是怎么样？他是公 pronounce 就整个说出来，大声的宣告说出来，他公然的反对，他当时是反对这件事情的。The order of Bethel， order of Bethel 指的是什么？是伯特利的这个坛，这个 the order， 这个是耶和华的坛吗？是耶和华的神坛吗？是吗？是我们的祭坛吗？是祭耶和华用的祭坛吗？不是。 OK， 因为你从下面就可以看到 The very thing you have done to it， 他当时就是反对伯特利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祭坛，这个坛不是，是他们拜邪神的坛，叫做 The Altar of Bethel。 OK， 在伯特利那个地方有这个祭坛，他当时这位先知那个时代他就公然的反对这件事情。 OK， 那这件事情他反对这件事情 The very thing， 注意这个 very 是在这里强调加重语气，就是 you have done to it， 就是你为这件事情所做的事情，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他当时反对的事情，他当时就是反对这个事情，就是反对这个祭坛。 OK， 那这个就是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他现在来不是捣毁这些祭坛啊，不准你拜邪神啦、啊，这个拿走那个捣烂啊，什么东西。然后他看到那里有一个墓碑啊，这谁呀、啊？哦，这个人就是当时他就是反对这些事情，就是你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他完全反对这个祭坛在这里拜这些邪神啊，乱七八糟的事情。 The very thing you have done to it， 就是你为这件事情所做的事情，就是他当时公然反对的事情，就是这样子。但是他只是一个先知啊，他又不是王啊，当朝的王，以前的王
不重视这个事情，还是继续拜啊，继续搞这些邪神啊。现在到了 Josiah 王的时候呢，他现在要把一切都归正了， OK， 一切都照耶和华神的这些律法书来做了。那么现在，哎，人家就指给他看，这个是已经去世的先知，人家当年他就反对搞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祭坛的， OK， 有没有问题？老师，那个十六节 define， 先等一下，我问一下 Cindy 还有问题吗？老师没有了，谢谢。好 ，OK， 非常好。十六节，非常清楚。十六节，这个是 defile， on the altar to defile， defile 是什么意思？ defile 在四福音里面的时候用过这个字， OK， 用过这个字。当时的故事讲的是说，耶稣跟门徒出去，然后呢，这些撒玛利亚人，我记得是撒玛利亚人就在对这些犹太人就是很看不起他们，说他们吃饭不洗手，记得这件事情吗？说他们不洗手啊，你们这个犹太人很脏啊，哈，你们不洗手什么什么的。当时耶稣就这个洗不洗手的事情来讲，人真正被玷污的脏的是你的灵魂，倒不是外在的这些东西。当时用的就是这个字 defile， 一个人被沾污、污蔑、肮脏 ，OK， 污秽，这个就是 defile，defile，OK，、okay? 什么东西？如果它是什么东西把它弄脏了，在这里后面有个受词的话，有个宾语的话，就表示他把它给弄脏了 ，OK， 把它给弄脏了。所以他这里讲的是什么？他把这些骨头 OK 拿出来，从坟墓里给他拿出来，然后在这个祭坛 the altar， 在这些祭坛上烧，就是当初他们用这些坛啊，这些祭坛都是他们当初拜这个七七八八邪神的 OK， 但是现在就是想要让这些人说，把这些祭坛给弄脏了以后，你们再也不可以在这里拜邪神了啊，故意把它污秽了，故意把它弄脏了，那就是用 defile 这个字。So burn on the altar to defile it. 这个 it 就是指 altar， 故意要让这个祭坛变脏，变污秽了。Okay, so defile 是污秽的意思，它弄脏的意思。Okay, 沾污。那就是玷污和那什么意思？玷污和或者是亵渎的意思是吧？也可以这么理解吗，老师？是，没有错。这个是形式上的弄脏 ，defile。Okay。把它糟蹋了，故意糟蹋这个祭坛，给它玷污了，就让你就是以后你再也不能在这个地方，这已经不神圣了啊，已经放过人骨头在上面烧过了啊 ，OK， 所以你们再也不能在这里去拜什么邪神了，就是这个。那咱昨天还学了一个污秽脏的那个 desecrated， 他俩 desecrated，desecrated，OK，、okay, defile 跟 desecrated 不太一样的意思。 defile 可能是形式上的脏，就是我把一个什么尿水粪便什么泼在上面，这是 defile、okay? desecrated 指的是说也是污秽，但是它这个污秽是说跟 consecrated 相对，就是说你不能够成圣了，你是那种灵上面的这种污秽。 OK，哦，一个是眼睛能看见的，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对，没错，它比较形式上，它现在拿骨头在上头烧，烧完之后你就够脏的了吧？人骨头在这烧过以后，你们再也不可以这个地方做祭坛了，去拜什么七七八八神了。明白了 ，Thank you。老师，那刚刚我讲的那个 define 是什么东西，什么词 ？defile 是不是 ？defile 这个是 defile 啊哈，嗯哼，那 define 是一个词吗？我怎么搞混淆了？还是见过 ？define 不是，那是定义。你的定义是什么 ？How do you define？ 你如何定义一个人是有钱的？你说我一定要嫁给有钱的，好，那你告诉我你如何定义有钱的？那是 define。它的名词是 definition， 这是另外一个字。哦，后面那个 fine 对吗 ？fine 跟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字，这个是 defile。哦 ，OK，
谢谢。好 ，OK， 好，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所以刚刚这个我再讲一下哈，刚刚这个 defile 比较强调形式上的，这东西不纯洁了，肮脏了，污秽了， OK， 这个叫 defile。 但是我们那天昨天学的那个 desecrate 比较强调的就是说它已经违反了圣洁的原则，所以它就 不神圣了，它强调的就是它不神圣， OK。 所以这两个字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里你是可以通用，OK， 但是 defile 强调的就是形式上的肮脏、污秽、不干净、不洁， OK， defile。 那 desecrate 比较强调的就是它不圣洁了，它已经被破坏了，它破坏了，没有这个圣洁的条件了，叫 desecrate， 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那两个字好像dedicated, desecrated 字好像对呀、差很多哦，但是差很多、desecrated 是污秽的， dedicated 是指说他整个人致力于 dedicate, right?OK， 他致力于做什么事情，他献身于什么事情，我献身中国教育，我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情， OK。 Desecrate， OK， 这两个字的差很多、Desecrate， Desecrate 主要它跟它相对的是什么，它跟 Consecrate 这两个是不一样，这两个相对， Consecrate 就是让它成圣，这个东西圣洁了啊！这个东西只要是在主帐幕里面，我们祭祀的，就是我们用这个主帐幕里面约柜放在里面，神的灵运行在里面，这些东西都是神圣的，就是 consecrate， OK， consecrate。 那么它的反义词就是desecrate， OK。 好，有没有问题？谢谢老师，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好像拆迁大队一样，我们今天学了很多拆房子的字，破坏的字，就是的打头的字很多。今天D 开 D 开的demolish， 像 demolish 拆毁什么东西， right？ 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还有十四节，好，十四节来，怎么样？十四节有一个covered the sites， the sites， sites， the sites with human bones。这个 sites 是什么意思啊？ covered 不就是盖了吗？盖上去，对，没有错。这个 sites 呢是一个名词， OK， 是一个名词，是指那个地区那个地方。Covered the sites，这是一个名词，那一点那一块地方。OK， 现在我们的网站也叫 site， 你的 site， 你的网站。OK， 也是用这个字。OK， 所以这个 site 基本上就是指那个地方。他故意把这些人家，不是也我们中国也有这个习惯，雕个石头像。土地公放在地上，哎呀，那个是有神灵啊，附在上面，神圣的石头就是 sacred stone， 对不对啊？他把这个石头像给你打碎了，然后呢，把那个木偶的那个神像也给你砍下来了，然后把这个地方呢，通通都 cover 盖上什么呢 ？Sorry， 这个他给他盖上 cover the sides with human bones。他用人的骨头把这一块地方都给你盖满了，那你肯定就污秽了吧，你以后再也不会在这个地方拜七七八八的神像了，是不是？ OK， 所以故意的，这是故意的。
因为他们拜这些东西也是要讲究神圣的嘛，对不对？干净的嘛，对不对？你拜你的神，现在我告诉你都已经被我用人骨头给你盖上了，再也不神圣了吧，你以后再也不会拜了吧，就是这个意思。 Cover the sides with human bones， 用人的骨头给你盖上去。 明白了，老师还有二十二节给讲一下。好，老师，那就这节那个 smash 还是压岁碾碎那个意思是吧？ smash 我讲过， smash 就是像把土豆压成土豆泥，就是 smash、就是那个动作就叫 smash， 你把什么东西打碎压扁就叫 smash。 OK， 好，谢谢。22节，所以你看我们连着好几天 smash， 你绝对不会忘记 smash 了。 OK， 好，22节怎么样？二十二节第一句，这个你当时讲的时候我就没听懂。OK， 好，这个句子一开始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当时没有，后来没有，一直都没有。这个句型是这样的。OK， 能理解吗？哈，这个事情一开始就这个没有，那个没有，通通没有，一直都没有，没有什么呢？他们通通没有过逾越节，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你知道吗？逾越节是一个多大的节日，是很重要的节日。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圣灵在埃及城内，是不是把所有投胎生的孩子都给他杀掉了，但是只有犹太人的家里面，因为他们涂了羊血，所以那个圣灵就越过去，跨过去，就不会把这一家的孩子给杀掉，所以才叫pass over， 叫逾越，他跨过你们家门口，他不会进你们家把你们家小孩杀掉，这个叫 pass over， 没有问题吧？我们都记得这件事情。 OK， 这么大的节日，这么重要的节日，而且这个是纪念神引领他们走出埃及，逃脱那些过奴隶的生活，是吧？把他们带进旷野，然后最后进迦南地，这么重要的历史性的节日，你先看看他们一直都没有过，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过这个节了，那是很恐怖的事情啊。好 ，OK， 好，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告诉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没有过 ？The days of the judges， judge， 我们记得我们读过一本书叫《士师记》，就是 judges， 对不对？好，所以 the days 是那个时代，从士师的那个时候开始。哇，这个是很早的时候了，士师的时代。当时不是我们读士师记出了好几位民族英雄，对吧？当时不叫王，没有王的概念，就是士师，民族英雄。当时有点像部落的形式，我们大家都听他的，我们都听 Eagle 的。好，他就是我们的士师。等一下他走了以后，又来一位士师，民族英雄，都带我们，我们再听他的，就是这样子。好，从士师的时代 who led Israel， 这些士师是引领以色列人的。啊，士师的时代，先看第一个士师的时候。好，然后呢 ，throughout the days of the kings of Israel， 这个 kings of Israel 是以色列王的时代，士师以后就开始有王了嘛，对不对？所罗门王啊，这些都起来了。那么有王的时代的时候，这个是第二个时代。OK，throughout 一直穿过，就是说整个。穿过所有王的时代，以色列王的时代，他们都没有过。你先想想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以色列王的时候，他们还是没过这个逾越节啊，这是很严重的事情。Throughout 就是从头到尾 ，Throughout 是自始至终，在整个以色列王的时候都没过过逾越节。好，还有呢 ，Kings of Judah， 犹大王的时代。这两个国家他们当时分成南国北国，对不对？以色列国跟犹大国他们都没有过逾越节，所以从士师的时候开始，一直以色列国王的时候，以色列王国的时候，犹大王国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过这个逾越节。 Had any such Passover been observed? OK， 任何一个，因为它前面是否定， OK，Had any such 像这样的逾越节。 Joshua 呢是一个正式大大的宣布他现在要好好的过逾越节，他是第一个王，在他前面从士师的时代开始，
以色列王国，然后犹大王国，每一个王没人要过逾越节的，他是第一个开始要过这个逾越节。过这个节我们用 observe 这个动词，这个是遵守的意思，守这个节日。因为为什么要用守这个字，他们的节跟我们的节不一样，我们的节吃粽子吃月饼吃什么呢，是我们欢乐的，对吧？他们的节日其实是有历史的伤痛，是因为神圣灵给他们恩赐，让他们逃过一劫，领他们出了埃及，所以呢他们要守这个节。所以你看他没有说是欢乐什么什么逾越节，他是守这个节，守这个逾越节。这个是神与他们之间的一个约，一个历史的故事，有存在的背景在的。 OK， 好，现在你再看这个句子， not since， 首先是 not， 都没有过，从什么时候开始？ since， 从士师的时代，士师 引领以色列的那个时代就没过了，也不 nor 是也不，也不什么时候呢？从头，它这个句子的顺序跟我们中国人习惯的不一样，你要稍微习惯一下。Throughout 是从始至终，从始至终在什么的时代呢？ The days of kings of Israel， 以色列王国的时代，还有 kings of Judah， 犹大王国的这些王，没一个王是过逾越节的。OK， 所以这个句子的结构就是告诉你这样子，前面已经用 not， 后面用 any， had any such， 没有任何一个像这样的逾越节曾经被守过，就根本没过就对了。到 Josiah 这一次是正式公开，就是公开的这样子来过这个节，好好的守这个节日，这是属于犹太人的节日，以前根本不过，有好长一段时间都不过了，从士师的时代就不过了，可见他们从那个时候人心就已经偏离耶和华了。嗯，明白了，明白了，老师讲的太明白了。啊，OK， 好，老师，那他这个句型是 not since nor 还是 not nor？ 就他这个句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句型？比如以前有听说什么 neither nor。或者什么，它这个句型是 or, OK， 好，这你可以这样讲 since the days of blah blah blah， OK OK， throughout， 你可以用一个句子来解释的时候，你可以不用 nor， 你就是直接说 since， 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到什么什么时候，你也可以这样用。他现在把 not 放在前面，这是有点倒装的性质，它就变成比较强调，一开始就博你的眼球， not since the days of the judges， OK， 一开始就在士师的时代就没有，然后呢以色列王国跟犹大王国也没有，再加一个 nor， 不是就更加强语气了。最后呢这个句子在这里， had any such Passover been observed， OK， 所以这个句子的主语在哪里？在后面。Had over been observed。对，主语前面全是主语，前面全从 had 之前都是主语。不是，不是，是 Passover been。前面只是强调时间性，这事情发生的是什么时候？那就 Passover， 那就 Passover。后面这个地方 had any such Passover been observed， 但是被动现在完成时的被动语态是吧？嗯哼，对，没错。所以前面这些其实通通，可是为什么要把这么大一长串全部放前面呢？我就一句话说，我从来没过过就是了，然后后面用时间副词放在后面，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士师时代开始，一直到这个以色列王国、犹大王国。他为什么不这样放？为什么要现在这样放呢？你觉得他的重点在哪里？强调是因为没有那时代都没有，强调那时代。对，因为最让人生气的是，他明明是犹太人，可是从士师的时代开始，你们这些人就开始偏离了耶和华。所以时间点是不是很重要？是我们这句话讲的重点。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就开始考零分的？
你从两年前你每次数学都给我考零分，到今天为止你都没考过一分。所以那个时间是不是很重要啊？时间，对吧？长了，太长了，那次。对，但是时间，但是你慢慢读哈，是有道理，因为他要告诉你为什么 Josiah 的这个王他的历史地位如此重要。他是第一个走上正途的以色列的国王，他把这些东西该杀的、该丢的、该烧的、该捣毁的、该 smash 的 demolish 全给他捣毁了。对吧，不准再搞这些邪神的东西，搞神弄鬼的东西，不准了啊。OK， 然后他最重要有一个很，为什么23章22节大书特书好好给他记在这一条，因为是从他开始过逾越节，这个是从士师时代就没有的，士师时代就不过逾越节了，你能想象吗？如果没有逾越节的话，这些犹太人的后裔根本没命，没有你们的，完全你们的祖先当时就全部圣灵在那个埃及城内运行的时候全部给你杀光光，就没有你了，是吧？这个是神与他们的约，因为神要信守他的约，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一定要拯救他们，所以才会让天使告诉他们说你在门上涂羊血，所以看到羊血的记号，圣灵就会越过去，就不会进入这家去把那个重生的儿子杀死，对吧？这是何等的恩赐啊，他们都忘记了。那你说大卫那个时候也没有守这样的逾越节，看来是。是。是，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太厉害了，西西姐。嗯。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老师正好借此就这个句子，这个23章22节，你这个分析的特别的好，然后就能理解了哈。就老师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像怎么学习，比如说每句话啊，每个经文都是这样学习吗？要怎么学习？对，一般我学习就是哪个单词不会了，然后就背哪个单词就完了。就说真正让我们就是说这一句话里应该怎么学，是学它。又知道它的时态，又知道它的句型，又知道它的就是那个，比如说，比如说还有短语的意思，单词的意思，短语的单词的意思，短语的意思，然后又知道它什么时态，又要知道什么还是熟读啊什么的，就是稍微给介绍一下学习方法。我觉得你学的时候，第一遍每个人都是一样，先把不会的。最好奇嘛，就是这叫什么，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字什么意思，那个什么字意思。然后呢，其实你最重要的事情，你把生词都查出来之后，我这个人是比较重视听， OK， 我学习的方法光看是不行的，我就学不下来，所以我要用听的，所以我就一定会把这些经文一遍一遍的播放。现在都有电子版圣经嘛，你就让他读给你听，他读一万遍都不会累的， OK。你会发觉，我是觉得非常，你会发觉很惊讶哈。你光自己就这样看，我不太看得懂，有的时候就会漏掉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当听的时候，特别是他们听的那些读的人，读音都非常标准，而且是有感情化的读这些东西之后，他读一遍，他读二十遍，他读三十遍，他读完之后，那个你就马上能感受他在讲些什么东西了。OK， 然后最重要的，你不能单打独斗的学习啊，单打独斗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团体这个平台，我们一起学习不是比较轻松吗？所以每个人的见解，每个人不懂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合起来的时候，你在这里就会听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不同的看法。哎，这个地方我不懂，哎，那个地方我不懂，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懂了，可是其实你等人家一问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你也不懂，那刚好别人问了，那你就顺便就听了，哎，那你就懂了。所以这是团体的力量大，为什么学习要团体，才会让我们有兴趣一直学下去，对吧？然后你回去以后，现在如果这些经文你都比较深入的了解了以后，你回去再做这个听的功夫，你现在回去听的时候就不只是听了，你甚至可以跟着念了，
他读你就跟着念，读你就跟着念啊，你就会越读越有味道，那个故事性整个就出来了，然后整个故事就会像有画面出现在你的眼前。最大的困惑我跟你说，靳老师，我就是觉得我看这个英文的意思跟中文的意思对不上，所以说就因为你一直在那个做那个码字的工人，你一直在想办法帮他排版，你一直想办法那中文去对英文，就会有这个问题。对啊，对，你说了，因为你不懂嘛，你就看那个，哎呦，那翻译看一眼，哎，看一眼怎么这个跟他这个不搭界似的，对，不搭界似的。你像这个刚才讲那么半天了，哎，我就觉得我还是这种的意识，我老想对着那个自从是失智的以色列，哎，和以色列王就找。就只有他的单词就是组不上句儿，这是我最大的。有些东西没有翻译出来 ，since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不对？哎，对。Since,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 throughout 有没有翻出来 ？throughout 没有翻出来。throughout 这个字是从头到尾、从始至终的意思，所以他讲的是。The days of the kings of Israel and the kings of Judah， 所以。整个以色列王国，它不是分南国北国吗？以色列王国跟犹大国从头到尾都没有人过逾越节 throughout。 他说了个直到如今，没有王过逾越节，这个字很强烈啊 throughout。 那他说了个直到如今有这意思吗？直到如今我不知道，有可能这个直到如今 就落在这儿了，有可能你说的对。那个逾越节我知道，就是 Passover， 但是呢，那后边那个 observed 这个词就 observed 是守这个节的意思， observed 守这个节，我们讲过节对吧，哈，过节是因为我们中国节都是欢乐中国节啊，又吃月饼啊，又吃粽子啊，又是什么东西，我们是这样过的。他们这个节其实是感恩的节，非常感恩，因为如果没有他们，没有逾越节这件事情的话，根本就没有后来的以色列人，就全给灭光了，那天晚上当天就全杀光了。嗯，对，这个 obey 我给我的感觉，这个 obey 这个 observe 这个就是一个 observe 就是观察的意思，我就只知道的一个意思。对，所以但是不在圣经里面，你注意，如果跟节气用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字我们通常圣经都翻成和合本翻成守什么节，守逾越节，基本上就是我们过节的意思，但是它用一个守字是有它的道理在的，因为这每一个节都有历史的背景在，他们都是神与人的约所造成的，所以用 observed，它是守这个节气，这个 observe 以前以为是观察的意思，今天一查还真有 guard 的意思，守的意思。是的，对，是的。我刚才就看，我说干嘛归这个词呢？前面还加一个 been 呢 ，been 呢？哎呦，这个被守，现在完成时，那就是被动现在完成时。对，嗯，对呀、啊，我知道这现在完，但是搁在这个地方，我就不明白了。所以他们讲的、这个，就说的刚才就说困惑，我就困惑的这个英就是中文啊，跟这个英文呢、啊，我就是老是对不上。哎呀，就你不能老是在做翻译的工作，不能做这个工作。嗯，对你到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知道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你的英文程度在提升的过程里面，到一段时间你就会想把中文丢开了，你一定会做这样的事情，否则你不会上升，所以你一定会把中文丢开了以后，然后你就开始来看这些英文字，这个很重要。你看这个 throughout 这个字用的多好，那就是从始至终的意思，非常强烈，就告诉你从头到尾没有一个王，南国北国都一样，没有一个王过这个 Passover， 过这个逾越节，这是很大的罪啊。嗯，老师，这个 throughout 和那个 through 不都是前面这个吗？ out 也是就是穿过吗？
throughout 特别不一样。throughout 这个用法的话 through 只是通过穿过，比如说我穿过大街小巷去找你，我从城的这一头穿过到那一头， OK， 这是 throughout。 through 这个是 through， 但是 throughout 指的是从始至终的意思，它讲时间性的时候它是从始至终，到处的意思， OK。 如果是讲地方它就是到处的意思，比如说在这个城里面到处都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上厕所， throughout the city， 我到处开车找不到一个地方上厕所， throughout。 那如果讲时间的副词的话，它就是从始至终，那个 through 就是刚刚怎么说的来着呢？ through 就是穿过，穿过，穿过这个房子后门有一个可以到一个游乐园或到一个菜场， OK， 这个是 through， 穿过去。这个 throughout 是一个副词，它讲的是说整个所有的时间，在这所有的时间点里面它从始至终，这个意思。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这个句子，你先讲，刚好。我是想问这个句子，重点就是读的时候是不是 not nor 是要重读的？还有后面这个句子，还有就像 such， 我会这样读 ：not since the days of the judges who led Israel, nor throughout the days of the kings of Israel and the kings of Judah。那这个也没有，这个也没过， OK， 两段时间都没有。Had any such Passover， such Passover 可以重读，像这样的月节， such Passover being observed。 这时候也是排比句啊，季老师，这个 not since 是一个 nor throughout， 这是一个，对，就是第一段时间你也没过，四世纪的时代你也没过，然后第二段时间南国北国的时间你们也没过，对，你们也没过。那老师 observed 还要重读吗？还要重读 ？Observed 可以重读，但是它最后是降音结尾 ，had been observed， observed 这个是这个节日。错的练，错的入课点错啊，他时间也就是后。OK， 好 ，observe，注意这个是降音处理。observe， observed。好，这句让老师把那个感情都讲出来。Right， observed。好，谢谢老师。好，太谢谢。哎，老师，那个 not since nor throughout 是一个不自始至终是个短语吗？哪一个是一个短语？就是 not since nor throughout， 不是。你可以这样讲，就是说 not since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OK？ 你这种句型你可以抄下来，但是我觉得用的机会不是很多。哦，对不对？你要找到这种同样类比的这种句型比较少，不是很多。不常用。不常用，对。老师刚刚说的那个 through 就是指的是人或东西穿过，对不对？对。然后这个 throughout 我听明白了。OK OK， 谢谢。好。我还想问一个那个 such 在就是很多地方 like such a beautiful day， 就是这里面那个 跟 such 是不一样的意思。Okay？ 对对，我就想知道这个问题。Such a， 我们常常会讲像这样的人呢，我都不想跟他讲话。Such a person, right? Such a person, 像这样的人在我们团体里我们是不接受的。Such a person, okay, such a 什么什么东西跟 such 是不一样的。这个 such 是像这样的 Passover, 像这样规格的，像这样正正式式的过一个逾越节，他们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他们一直都没过。Okay, 所以这个地方是 such。
注意 such a 跟 such 是不一样的意思， such 就是像这样的。比如说我说 such clothing is not seen in， 比如说我在我在的城市，我在一个很小县城的城市， OK in 什么什么东西，我不晓得什么城市， OK 某某城市， A 城市， in A city， OK 这个地方是看不到的， such clothing is not seen in A city， OK。 但是我今天到北京到上海一看，到广州一看，哇，这么时髦的衣服在我们那个地方是没有的， such clothing， 像这样的衣服你们这里都是前面挖个洞后面镂空，哇，这种东西只有在上海北京才看得到，在我们那个土地方我们没有这种衣服， such clothing， 像这样的衣服。 OK， 好，有没有问题？ such 就是没有贬义哈，单纯的就是像这样的东西，像这样的衣服啊。在这里面呢，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的是说 such passover，像这样的 such passover， 像这样的逾越节他们一直都没有过过。好，有没有问题？我感觉更多是做形容词，就是 such clothes， such passover， 是没错。哦，那 such a 呢，怎么理解？ such a 你把它当一个短语来用吧， such a personOK， 像这种人，这种都是贬义字， such a 是一个贬义字。OK， 像这样的人我们是从不录用啊，我们公司从来不录用这样的人的。OK， such a， 像这样的好的消息，像这样的消息我们从来怎么样怎么样。OK， 所以这是一个习惯用语。老师，在这里是贬义的吧？在这里是讲不管贬不贬义，他是说像这样的形容词，他没有贬这个 passover， 他指的是说前面都是贬，前面他都没有过过，从来没有像这样的 passover， 他没有贬义啊，他讲的是现在 Josiah 王开始过一个正式公公开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逾越节，以前根本不过节的。老师，我感觉你解释的意思就是他们两个是一个意思，就是 such 和 such a 都是像这样的，只不过 such 就是多用于那个贬义，你刚刚说的那个贬义吗？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种词啊，它基本上跟具体的句型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当时你用的那个句子不能单纯的说它就是贬义或者就是那个普通这个意思那个意思。基本上你一边读的时候要拿一些本子啊或者是笔啊，你把它记下来，建一个句型，分析一个句型，然后记一个句型。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读英文圣经有一个非常优势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对中文是就是这个经文不管是哪节经文告诉你经文号之后，你基本上能很好的掌握那个经文的意思，然后我们再来看英文的时候，你就能够判断出它是偏向于哪个意思，然后你把它记下来，下次再遇到的时候再来对比。很多词如果不是简单的就能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的，就是不要纠结在这个上面，而要看到它的背景，看到这个词所在的背景，我们记住它的背景，然后不断的积累。英文学习有一个很强的积累过程，你没有不可能说我今天学五个明天学六个然后下星期不学了再下星期，这样子是不可能学的，一定要就是非常系统性的积累。我觉得我们读圣经从创世纪 一路读下来，你就会发现有些词它就会时不时它就会出现，时不时再会出现，而且它的背景状态我们是非常清晰它出在什么情况下，然后累积，这个基本上是以年为单位的累积，你就会发现很大的变化。因为我过去读了三年，我现在就特别有体会。是的，谢谢啊。
我想就是这个 such， 我遇到了一个就是这个词组该怎么去理解 ？Like such a friend， I had such a friend。不是你，我是说基于圣经基础，因为我过去的三年都在读圣经，但是我现在明显的发现，我现在看英文的新闻看的就是非常容易了，就是比以前有一些。你像新闻有一些词它最后到底啥意思，原来我查了字典也不知道他说的啥意思，但是我现在很明显我一瞄那个词有的时候就能知道这个写作的人是怀着好意还是歹意，他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因为很多词我知道它来自于哪，比如说圣经里头的用法。你像 such 在这个里头显然它是有一种很惋惜的，就是说像这样子的 pass over 居然以前都没有过，这个 such 呢是非常一种加强的，就是当他要表达一种情绪的时候，他如果说就是这个 pass over 就这样子 pass over 没有，他用了个 such 很典型的就是表现了他觉得这种就作者的强烈的一种情感，那你读读前后文你显然我们从中文就能感觉出来这样的好的这种规模的渔业节这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过，就到这个王这儿有了，那你说他到底是好意是歹意，他只能说写作的人他加上这个之后他表达了他的那种强烈的这种情感，居然到现在才有这样的那个一夜节，那他当然是认为你早就应该这么做，就是说犹太人早就应该这么做。然后以后有那个 such a person， 我们刚读的雅各书里头有那个用的 such a person should not expect to receive anything from the Lord， 那就是说这样的人根本不能期望他能从神那里得到奖赏，那你说这个 such a person 到底啥意思，你记住这句话你就知道就觉出 such a person 作者当时有一种藐视的这种意思在里头。那我们在背雅各书就是我比较推荐刚才哪个紫薇说的学习方法，我觉得每天读圣经是一定的，就是每天我们读 Zoom 这个一定是要读，你无论是现场读也好或者是下了录像读一样，因为你这个时间那时间不一定正好合适现场读，然后还要细抠。但是我觉得30节经文每天细抠，我以前试过一天6个小时，你可以试试，我试了差不多3个月过了单词关，直接不过我本身就是大学本科，所以那个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现在看圣经就是基本上不用查字典，我不是说我每个单词一定要强调，我不是每个单词都认识，但是基本上是不用查字典的，实在是不明白我也不查，我一看底下的翻译我大约就能对上它的意思了。但是我前3个月就是事先用差不多1个多小时要预习，事后要用1个多小时复习，有的时候一天要是早课跟晚课那就是6个小时，差不多要6个小时，3个月过单词关，然后一直读到现在一直还在进步。所以这个反正今年是第3年了，所以我感觉每一年的变化都是非常的大，但是学习过程中是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你要坚持下来之后叫什么good fruit， 就好的成果就能看见了，要很有恒心跟毅力读，否则的话读上1个月2个月3个月觉得没什么效果就走了，那其实这样子的一辈子也学不会英文，这可以基本可以看，因为我们3年以来也见过很多人，但是你只要咬牙撑住的话，像现在我们比较好的就是雅各书，建议大家一天一句读雅各，这雅各书还没讲呢，今天别溜我这雅各书了，欢迎大家来读雅各书，细抠，从单词一直到标点符号都抠，然后欢迎大家提问，你们任何关于雅各书的英文学习问题，不解经，就是英文学习的问题，任何问题你拽回来一定给你解决了，我们有这个自信，因为我们有足够的
实在不行，我们可以抓一个美国人过来，慢慢的拷问，他怎么也得给你一个，就说英文学习的那个，不是解经，所以解经我们不敢这么说，解经就是得找牧师去。中英文为什么这么写？前程后景都能给你讲清楚。我们不用想太多，比如说一天读30节，你不可能这么细口，但是雅各书一天一节经文，我们能够做到，而且我们是，这是第二轮了，第二轮读完之后，我们读第三轮，第三轮读完读第四轮，读到的基本上就是说你大家自己一起，大家自己感觉，直到什么时候雅各书你用你自己的话能张口就能用英文，但是就是自己组织的语言直接把它说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读下一本。雅各书，进你的雅各书。今天该给你们喝水去。25了吧？还有刚刚要讲一下，刚刚那个 such 啊 ，such 后面如果他接的东西是可数不可数的问题，也牵涉到他会不会用 a 的问题。所以 such a person 这个 person 是可以数的，对不对？所以 such a person 如果是像这一类的人。这一群人，比如刚刚来了一群什么什么大妈大爷，哇，把我们公司玻璃都打破了啊，或怎么样怎么样哦，像这样的人，这因为是复数，大爷大妈很多人，所以是 such persons 的时候就不会出现 a， 不会出现 a。Passover 可以数吗 ？Passover 不会数，不可以数，所以 such Passover being observed。OK， 也许这个可以帮助到那个。Sarah， 看你能不能帮助到你。OK， 所以你要讲什么东西的时候，像我的句子里面，我举的例子 ，such clothing， 我是指这一类的衣物，哦，所以这个也是不能数的。Such clothing is not been in a 什么什么 ，not seen in a city， 像这样的衣物在我们那里是看不到的，所以是泛指这一类的衣物 clothing， 这个也不可以数。好，老师，那我想问一下 ，such a fright 怎么理解翻译 ？such a 什么？因为 fright 是不可数的嘛，就是 fright 不就是那个恐惧吗 ？fright，frighten 嘛 ？fear 还是 frighten？ fright 可以。你为什么举这个例子？你是哪一个经文？你告诉我。哦，因为我是之前见过，不是。你把句子拿来，我们再说好了。拿句子来，我们再说。嗯，把整个句子拿来给我们说。对，我就说那个季老师就说这个 such thing，such things 就这种事情。Such a thing 可以。对呀，从来没见过 ，no thing。OK， 好 ，Sarah， 你把那个句子找来，我们再谈好了。OK， 那 我找到了的句子，你贴上来，你贴上来。Okay. Such thing is not thing。好，大家还没有什么其他的经文的问题？看一下。好了，老师，那个第十八节，23章第十八节有一个 spare，spare OK， spare is bones 是。守住或者是保守，是把它保留住，叫 spare。 我们前面在杀人的时候，在那个士师记还是什么地方杀很多人，那个时候 spare his life， 把他的命给保住了，把他的命给留住，这个叫 spare。 对，所以他本来是要把这个人的坟墓给拆了，拿来放在这个祭坛上烧一烧，故意要污蔑这个地方，让他弄得很脏，对不对？但是现在一听说哦，这个是个好人，是个先知，所以呢他就保留住他的骨头了，不碰他的东西了。嗯，所以 spare。 OK， 好的，好，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今天是一章二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哈，二十五节。But whoever looks intently into the perfect law that gives freedom, okay, and continues in it, okay. 所以现在是讲那些人 ，whoever， 任何那些人 ，looks intently， 谁知道 intently 什么意思？我们那天才讲 intently， 记得吗？你说 only， 你讲过 only。No, no, 这个 intently 是很专注的，很专注的，很仔细，很一心一意，很专注的看。Looks intently. 所以 looks 是他去看，他看得非常专注的。Into the perfect law. 他 looks into, 他专心的去看这些完美的律法，非常棒的律法。这个律法是做什么用的 ？That gives freedom， 会给人自由的这种律法。OK， 所以有的人，任何人啊 ，whoever 是任何一个人，他如果很专注的去看这个上帝的律法，就是完美的律法 ，perfect law 是完美的律法。他仔细的去查看这些完美的律法，而且他 continues in it， 而且他是。持续的做 continue 是继续的 OK 他常常这样做他持续的这样做而他不忘记什么事情 not forgetting 不忘记什么 what they have heard 他所听到的事情他不会忘记他没有忘记没有像前面举的那个例子哦，照照镜子看了自己的容貌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没有这个人他是很仔细的查看查考这个律法然后他呢还不忘记他所听到的 but doing it 在这里他做出来他行出来他对这个律法他观察的非常仔细而且他行出这个律法来这些人他们会怎么样呢凡是这一类的人 they will be blessed in what they do 他们就会得福 be blessedIn what they do, 他们所做的事情上面都会得福。OK, 所以先决条件，任何人 whoever looks intently 是非常专注的，一心一意的去看这些完美的律法，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律法。上帝给我们的律法是 that gives freedom, 会给我们自由的律法。而且 continues in it 就是他持续的这样做他们持续不是今天观察明天就忘了没有他是持续的观察持续的看这些律法啊，所以他很仔细的研究的他也不忘记 not forgetting what they have heard 他们听到的律法他们都不忘记 but doing it 最重要他们付诸实践 doing it这些人呢我告诉你了 they 就是指 whoever 这些人他们就会得福 be blessed in what they do 在他们所做的事情上通通会得福 OK 有没有问题这个 continue 后面那个 in it 这个 it 是什么意思是哎，我也这样问这个 perfect law 吗Continues in it. 这个 it 指的是 perfect law. Perfect law. OK, 他 continues 持续的这样子做 OK, 他持续的这样 OK, 这个 it 等一下 take it back, OK, continues in it. 因为这里有个 in, 有没有 intently into the perfect law. 所以 in 跟 into 其实两个是可以互换的。他继续的这样子做继续的观察这个律法 OK 他对于律法都详细的查看看完了之后还不忘过目不忘哦 Not forgetting what they have heard 比如说我在教会里听牧师讲过这个律法听过以后我不要忘记我听过的我都不忘记而且我付诸实践 Doing it 而且要做那这样的人你就会被得福了你所做的事情都会得福。我理解这个 in it 就是前面跟那 into the perfect 的是一样的，他就在这律法里边，在里边。他持续的这样做，你
你看他这里时常如此，就是他常常这样做。OK， 他 looks intently into 不是初一十五做一次而已，他是 continues in it， 他持续的这样做。Continues in it，、mm-hmm. 就是说，就是其实就是 into it。嗯哼，然后他也不忘记听过的，不要忘记。然后他要做，最重要是 doing it， 这样的人就会得到得福的。